哦，你刚讲完，对，马上来一个区域了，就变成区域了。好，米歇尔这球在补防已经来不及。来看一下，刚才是不是在表的方面有出现一点问题哦？嗯，好像是有在去争取抗议的。哇，应该是好像进攻计时器没有动啊，感觉大表小表都没有动啊。嗯，刚上面出现一点故障啊。哇，但这个时间没走，但是球进了。对。稍微暂停下来，因为裁判就像刚才小吴说的一样，必须要确认一下刚才进的那两分加上去。哇，那刚才等于是全部不算啊，我们再发一次底线球啊。哇哇，这对孟广家来讲可能比较不能接受啊。嗯，就等于说要回到刚刚进球前的那一波啊，来再打一次啊。哇，这时光倒流。